向日葵嘛，得向着太阳，对不对 ？Yeah，OK、okay。然后一首呢，这首歌是叫《心理作用》，是我17岁的时候写的，我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唱过的这首歌，还是有一些忐忑的心情。那么来吧，《心理作用》。哇，哎呀妈呀，你们也帅，你们很美。